来吧，兄弟们，看一下主宠副宠都多少技能。这轮吃了这么多书，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们低调下去了啊！看一下，4+4+3，再加夜战鬼魂三个天赋技能14，化魂的话再加9，吸血鬼作为主宠是23技能，化魂作为主宠是再减去一个天赋技能22技能，22技能到23个技能。来吧，兄弟们，红色成就，完美资质，极限元宵真经水晶膏，给我吃啊！出了一个吸血鬼，好在是宝宝。吸血鬼虽然造型不太值钱，但是技能天赋技能多一个，对不对？元宵真经都吃了，成长给我来一个1.24以上，1.218，工资还可以，房子能忍，体资很暴力，素资啊可以忍。来看几个技能。夜战还差鬼魂和弱点没有出，起码6技能。这把不要8技能，拒绝冷漠，我要箭头，我要翻页，最终检查技能，冥思再生都没有，护盾不冲突。3、2、1，红色成镜，再出吸血鬼，三个天赋技能没白练，22级是宝宝，就看有没有护盾了。成长来炸一下，毕竟有个1.28的房子够用，素资吃完元宵够用，体资完全够用。不要夜战，不要鬼魂，技能看来不多，不像有护盾的样子。刚才我们还有一点点倔强，还有一点点不服，这回我们彻底服了啊！彻底服了，彻底服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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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服了。